是聂教授来到现场，所以再一次的帮我们掌声。哇，再一次的掌声，欢迎何教授老师来到现场，帮我们带来好听的管弦乐的音乐。让我们一起来邀请我们的老师，一起何教授。谢谢谢谢大家，没有偷偷跑回家啊，继续留下来听我们为各位准备的下半场的节目。今天上半场带大家到了很多漂亮的河去看了，去神游了一番，相信大家对水资源的保护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些认识。今天下半场呢，一开始我再带大家到一个很特别的城市，也是我一直很向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美国的纽约。纽约呢，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这个荟萃了全世界各种民族的文化的一个大熔炉，他们称它叫 Big Apple 大苹果这么一个城市。那么在纽约，几乎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在那里啊，非常和谐的共存着，而且发扬光大。好，今天第一首曲子就是这一首 New York。我特别邀请我们师大社教系社会教育系毕业的谢彼宇来为各位来演唱 Frank Sinatra 的 New York New York。
谢谢冰雨的演唱，我们师大真的就是人才辈出，冰雨他并不是本身并不是学音乐的，但在我们师大读的是社会教育系，但是呢，从大一开始他就很喜欢，参加我们学校里的各种各样的音乐社团，他最早好像是在热音社是吧，吉他社，公理系啊。哦，当光明老师的哈，这样，对不起啊，就记错了。好，不过，因为师大就是有这么多的音乐的社团，他就从那个比较低阶的吉他社，慢慢的升级到我们管乐队来。一年一年的，我们越来越多的合作的机会，那么他表现得非常棒。接下来还会有他的再回到舞台上为各位的表演。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纽约的晚上的生活。纽约除了白天是很漂亮，自由女神啊，什么摩天大楼啦，那晚上的夜生活也是非常的精彩。在第五街，或者是这个很多的布鲁克林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night club， 就是这个夜总会。那么进到里面去，点一杯饮料。然后就可以看那边很厉害的爵士乐的乐手来演奏各种各样的音乐。接下来这个曲子呢，就是这个叫做 Night Club， 在形容纽约的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晚上的夜生活非常的热闹。那这个曲子呢，是一首非常现代的一种 Tango 的形态。那特别我们邀请我们师大音乐系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的郭宇浩同学，用他的萨克斯风来为大家来演奏这首非常高难度但是也很好听的这首 Night Club 夜总会。我们欢迎郭宇浩。Thank you.
我们台湾师范大学在过去呢，就是以专门以培养中学老师为主要的宗旨的一个学校，所以呢，在过去我们在当学生的时代，就是很多很多的教育的课程。但是这些年师大慢慢的转型，变成一个综合的大学，我们现在有130个不同的科系，跨各种各样的领域。那么在我们师大管乐队这几十年来，真的是培养出非常非常多的人才。那我们有这么一个演奏的平台，也感谢自来水处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表演的机会，让这些年轻的同学可以在舞台上学着发光发热。那么刚才我提到了我们44年来的寒假的巡回，也是让同学们学习各种各样做事情的方法和经验，而且这些经验都成为他们日后能够这个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在1990年，当时我们大三的学生，也是我们师大管乐队的队长蔡嘉芬同学，现在昨天刚刚被发布是新北市的新任的文化局长。我相信他应该就是用当年怎么样在管这个乐队的方式去管那个新北市吧，一定会管得很好。你看这个乐队管到今天，管得这么好，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们是在台北市，而这一边我们遥遥看着新北市，希望他在那儿也可以做得非常好，让他这我们的过去的队长能够成为这么高的位置的工作者，我们也觉得与有荣焉。所以呢，再次感谢各位来给我们这些机会。接下来呢，为各位带来这个曲子叫做 Midnight Blues， 午夜的 Blues。 那这个曲子其实也是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一个启发的音乐。在我16岁的那一年，高中1年级，我就在旁边东南亚戏院看了一部电影，就叫做《木琴》。这个是一个德国的电影，它里面就是在讲一个高中里面一个坏学生，但是他很喜欢音乐，虽然他很多麻烦，但是他很喜欢爵士乐。他就碰到一个好老师，引导他，让他在音乐上面去发展。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爵士乐手。在这电影里面，最重要的一首曲子就是他在学校的破破脏脏的地下室里面，跟他的这些狐群狗友一起练习着爵士乐。那时候吹的这首曲子就是这一首 Midnight Blues， Midnight Blues， 午夜的Blues。 那这首曲子我今天特别邀请我的学生，就是今年即将要从师大毕业的大四的盛立修同学，来为大家来演奏 Midnight Blues。
好的，谢谢盛立修精彩的表演。你别看他手上拿的那个通马桶的那个，那不是一般五金行买的，那我是我在阿姆斯特丹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店买到，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小 size 的通水管的东西，我买了35块欧元，1000多块台币，不过真的是很好听，对吧？本来以为将会封麦了，从此听不到了，但是听说他最近要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面要当特别嘉宾来演唱，不过可能你们要去抢周杰伦的票可能有点困难，没关系，我先把将会请到这里来。我们的师大将会啊，他也姓江，叫做江宇文，是江蕙的干妹妹。他是我们社教系的同学，对，非常爱唱歌。那么常常他的最开始第一次跟管乐队合唱是唱国歌，做领唱，连续领唱了2年国歌、校歌之后，才有机会跟管乐队开始唱第一首歌。不过呢，在去年我曾经也邀他来，还前年对吧？连续2年都来我们自来水公园的参加这个，感谢老师。圣诞节的表演，所以今天我特别再把他邀回来，让大家来欣赏这一段叫做《将会金曲》，3首将会最受欢迎的歌曲，由江宇文将会的干妹妹来唱给大家听。